都离开了之后哈，维奥利塔他自己就在想说，哎，我到底有没有资格来接受这一份感情呢？这份感情是真的吗？好，这一段他在演唱的时候是抒情女高音，我们来回味一下，各位还记得我们上礼拜介绍的吗？Resolve your drama in manera non vuoi.
很熟悉的这个旋律哈、哦，他在《茶花女》的这一出歌剧里面，尤其是在前半部的地方，他反复一直不断的用各种不同的歌词，配上各种不同的歌词，好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旋律的哈、哦。然后在下面一段的时候，他想想之后，他觉得不妥呢，他觉得说，我这种青楼女子哈、哦，我是不配接受这种爱的哈、哦。那正当他在否定自己的时候，阿弗雷多他还没有走远呢，他还站在这个维奥利塔家的那个围墙旁边在徘徊呢。那我们就会听到阿弗雷多他用同样的刚刚各位熟悉的这个旋律哈、哦，把这段歌又再唱了一次呢。好，来我们来听听看下面的这一个段落。之后啊，他又开始动摇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歌唱的一个妙用的哈。如果有人在门外面很大声的跟你吼说啊，你要注意怎么样，你一定唰嘎想说这个是什么样的怪人哈。可是人家在用唱歌的方式来表现，你就会觉得哦，又优美又浪漫，对不对？我想茶花女就是被他这样子打动的哈。所以紧接着在下一幕的时候，茶花女就跟着阿弗雷多啊，放弃了这个在巴黎的这种很豪放的生活。然后跟他两个一起到乡下去居住了。那么有一天早上啊，阿弗雷多正在很高兴的时候，他就会看到这个维奥利塔的女仆啊，拿着一包东西，蹑手蹑脚的往外面走呢。他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拿的那一包是什么？”好，然后他的这个女佣就告诉他说：“哎，家里面哈、啊、已经蛮困难的，好，因为他来到了乡下，跟这个。”阿弗雷多住在一起，阿弗雷多没有任何的经济基础哈、啊，我要拿一些东西到巴黎去变卖。当阿弗雷多听到这个之后，就说：“这个变卖去找钱的事情应该男人做了，你就待在家里好了。我去巴黎，我去找我的朋友去借贷。”那当他离开了家之后没有多久哈、啊，他的父亲就跑到这个乡下，他们两个共住的这个艾草来找这个维奥利塔呢。
他就跟他说明说，啊，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吧。来，我们